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经可注》第556页啊，556页第二行。从第二个字看起，行者，身、口、意之造作，得行者，所成之善，谓为德；能成之道，谓为行。佛门讲修行，行是什么？修是什么意思？一定要搞清楚。行是行为，就是身口意三业的造作行为。修是修正，换一句话说，行为有了错误，必须把它修正过来，这叫修行。六道众生所造的一切罪业，都是根源于妄想。那老祖宗讲的话一点都不错，本性本善，习性不善啊，造的一切不善业呢，是习性啊。习性所谓是后天的，本性是先天的啊。本性是自性，习性是阿赖耶啊。阿赖耶里面的三习相，演变成80、51心所，这是天清菩萨归纳的，展开无量无边的妄念呐！啊，一切不善的念头，就要知道它从哪来的。不善的念头再多，都抵不过一个善念。啊，抵不过本善。啊，本善是真心。所以古人讲的一句名言：“邪不胜正。”啊，邪再多再大，抵不过一念真心。所以，经上给我们讲，无量劫来所造的罪孽，应当堕地狱。临终的时候，身念意念都能往生极乐世界，这什么原因？临终这意念身念呢，是真心。无世界来造作的罪业是妄心，这就是邪不胜正啊。那一念是正，无量劫造的是邪，这个道理啊，这个道理太深了，很少人懂啊。所以我们对佛经上讲的话怀疑啊，造一辈子恶业，过去生生世世都造恶业，怎么临终的时候 一念阿弥陀都能往生？
叫难信之法了，真难信呐、啊！你要不把这个道理搞清楚、搞明白，信心真的生不起来。啊，可是一念真心，为什么到临终时候才发现？临终是地狱现前了，马上就堕地狱了。这个时候不得不真回头啊！这个时候呢，一念心急着一念心，怕堕地狱，真心现前，是真心逼出来的啊！极大的苦难把真心逼出来了啊！所以那一念心是真心。那一念心里掺一丝毫夹杂都不能成就。这种道理得讲清楚讲明白。啊，明了之后啊，我们都是法门真心的真愿的，哪有不往生的道理。啊，凡是不能这个往生的，都是临终的时候还是在分别在执着，在怕恐怕我罪业太深了，阿弥陀佛不答应啊，不准许我去啊。你看这一念生的，这都是妄念妄想啊，分别执着啊，这一念妄心就毁掉了。啊，一念无杂念，那就真心。一念有杂念就是妄心啊，一念真妄呢，差别就在此地啊，没有怀疑，没有夹杂，这一念是阿弥陀佛，这就决定的是啊，这个一念心叫理一心不乱。虽然时间只是一刹那，理一心说真心呐、啊，事业心开始妄心啊，事业心还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之处，所以他是菩萨。理一心不起心不动念啊，纯净一念。这是如来果地上境界，怎么会一样呢？啊，佛经理神呢、啊，真的是神呢、啊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用的还是妄心，我们的心不纯不真，要纯真。一读经文，一听经文，他就超越了。啊，像慧能大师，人家用心纯真。啊，从什么地方看呢？从他的谦卑，从他的恭敬。只有真心才做得出来，妄心做不出来。妄心一定带着傲慢，说没有傲慢也有傲慢啊！他自己哦有傲慢，他不知道，因为他没有傲慢的话，他就大彻大悟，他就明心见性。这是我们要认真去反省：我没有大彻大悟，我就要傲慢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我还是用八识，不是用四智。啊，八识里头有我见，有我爱，有我贪，有我慢。你怎么能说没有呢？啊，没有，那转世成智，你是法身菩萨。啊，那么你跟慧能是
同一个阶层的人。啊，人有自知之明的人，这人可以救啊。这个人佛会度他。啊，没有自知之明的人，佛对他无可奈何。啊，佛讲的东西，他不能相信，他不能理解。啊，障碍在此地，我们必须知道。啊，用现在的话说，佛对于知识分子，古时候在中国称为士大夫阶级。释迦牟尼佛讲经教学49年的示现，针对知识分子，为什么呢？刚强难化。上智好读啊，让慧能大师真好读啊。五祖帮助他不费力气，一席话他就成正果了。下雨好读啊，乡下的阿公阿婆什么都不知道，好读。叫他一句佛号，他就老实念到底。啊，往生的时候瑞相稀有，好多麻烦就当中这一劫，不上不下。啊，而这一劫人数最多。啊，所以我们要有自知之明。啊，知识分子能得度。虚心接受教诲，就这一句话。永远虚心接受教诲。啊，到等觉还是虚心接受教诲。啊，才能圆满呢。啊，身口意的造作，这叫心。啊，身体做错了，言语说错了，念头想错了，这叫造业。啊，善业有善报，恶业有恶报，造的什么业呢？轮回业，所以他出不了六道轮回。啊，念佛不错，问题在最后的一念，最后的一念是阿弥陀佛。他决定他生，最后一念要不是的，还继续搞六道轮回。啊，在佛门里的修行不错啊，果报在三善道。地贤老和尚那个参禅的徒弟。为我们现身说法了，参禅功夫真不错。修了20-30年了，啊，禅堂天天坐香啊，从轻重。你看看，慢慢提升，提升到首座和尚。
真不容易啊。古时候丛林首座的地位仅次于方丈啊，方丈丛林是大学，方丈是校长，首座是教务长，我一诺是训导长，建院是总务长啊，他到这种地位啊，死了以后就做土地公去了，轨道里头小神这是事实真相，不是编造的谣言呢，一点都不假了。那另外一个念佛的徒弟就是锅炉匠，什么也不会。乡下人不认识字。好处呢，就是老实听话、真干，他就具备这么一个条件。老和尚只教他一句“南无阿弥陀佛”，告诉他一直念下去，念累了就休息，休息好了再念，将来你一定有好处。他也不问什么好处，他就念到底。念了三年，欲知时知，站着往生，跟那个参禅有学问、有德行的人去对比，结果天壤之别了。一个结果当土地公，一个结果到极乐世界去了，做佛去了。所以。我们对于这个贫穷下贱的人的时候，决定不能轻视。真的，慧能大师在《坛经》上说了一句话：“下下人呢，说不定有上上智啊。”真的。上上人免不了有一世了，下下人呢，也可能有一德了，不可以生轻慢心，要真诚恭敬。德行，身有德，口有德，意有德。德是什么？德是善，善不着相的善。修善不着修善的相，做不做？做。做完之后，不放在心上，不放在口上。常常宣扬，善就爆掉了。我说别人赞叹、恭敬，就爆掉了。所以你像锅炉匠修的善，人家轻视他、瞧不起他，没有人赞叹他，他那个善全部爆得圆圆满满，一点都没有漏失。最后把他的成果显现出来跟大家看。那个时候赞叹没有问题了，他成就了，他到极乐世界去了。这个就是上上人的。这个就叫礼业心的。不是一般人都能做得到的。
那关键呢？关键真的，老实、听话、真干，就这六个字。啊，这叫德行，所成之善，谓之德。能成之道啊，谓之行。啊，这德行啊，道是什么？这一条道路啊，这条道路就是刚才说的是六个字啊：老实、听话、真干。这一条道路。啊，和传统文化跟大臣来说，这个道就是无伦、无常、四维、八德、因果、十善，儒释道全包进去了。啊，这是道啊！这个道怎么行呢？四书大学里头三纲八目，那就是行。三纲，明德、亲民、止于至善。啊，这是修行的三大纲领。明德就是佛门里面讲的明心见性。啊，明明德了，我们现在有自信了，啊，自信迷了，不明了。啊，所以那个第一个名是动词，第二个是名词。怎样把明德恢复光明？这叫明心见性。我们有心，如何能见性？啊，清明是相。如果明德现前了，那是个什么现象呢？用佛法来讲，慈悲遍法界，善意满人间呢，这叫清明。啊，那种情爱是遍法界、虚空界，一个众生都不漏啊，平等的爱啊！啊，起的大用，止于至善，没有一样不是达到真极善圆满的善。啊，你的身圆满的身为一切众生服务，你的口圆满的身引我扬善，啊，你的念念念为一切众生止于至善呢，如何落实？啊，一定要从格物落实，就是放下我欲。为什么呢？这是障碍里头的根本障碍。我们为什么迷失了自信？为什么从佛的地位，本来是佛，
搞成这个样子。你要追求其原因，就是物欲。你被物欲蒙蔽了，你被物欲欺骗了，你被物欲引诱了，干种种不善的罪业，不就是为这个啊？你不知道物欲是假的，不但物欲是假的，你这个身体、你的念头全是假的。啊，佛告诉我们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全是假的。真的如如不动啊，慧能大师见到真的，他告诉我真的。那真的自己，那就是本性啊。本性本善，他说了五条，那五条就是本善。第一个清净，从来没有染污过。染污是阿赖耶，啊，自性没有染污过，永远清净。生灭是阿赖耶，啊，阿赖耶业相有生灭。转向有生命，境界相有生命，啊，十法界是阿赖耶变的，所以十法界全部都是生命法。啊，一真法界就是十报土，十报土的人已经转八识成四智，所以他没有生命。啊，他叫无量寿。啊，佛的这些大乘教里头基本概念，我们要清清楚楚、明明了了啊。我们在这个世间才能够把握自己，不受诱惑啊，才真正能做到知遇知善，没有一样不圆满。啊，圆满的爱心，圆满的三业，身口意三业，与性德完全相应。啊，作而无作，无作而作。永远住在清净平等觉上，清净平等就是真心。我们的心里永远有清净平等觉。啊，我们要模仿往生论上的一句话，啊，清净觉。啊，什么叫清净句呢？南无阿弥陀佛，清净句。啊，这就是李老师教我们，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，道理就在此地啊。啊，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就没有错啊，绝对正确。啊，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在心上，阿弥陀佛看整个宇宙全是阿弥陀佛，真的知遇之善啊，达到了究竟圆满啊，一切人阿弥陀佛，天地鬼神阿弥陀佛，云飞软动阿弥陀佛，花草树木阿弥陀佛，山河大地阿弥陀佛，全是阿弥陀佛。我们不知不觉地走进极乐世界。
这个法门的殊胜到哪里去找？这个法门真的独妙啊！啊，太不可思议了！啊，叫德行，故德行呢，指功德与行业，行为造的业，行为造的业，它属于功德。那这里我们就会想到，梁武帝跟大魔祖师的故事。啊，梁武帝干了很多好事啊，佛门大护法了，啊，替佛教建了480个寺院，建一个寺院的功德就不得了了，他建了480个寺院，规模都很大，啊，你看看护持供养几十万出家人。他感到很荣耀啊，功德很大了。大魔祖师来了，向大魔祖师请教，我的功德大不大？大魔祖师是个老实人，说了真话，说的并无功德。这一瓢冷水浇到梁武帝的头上，把梁武帝的无名火浇出来了，送客。不再讲话了，送客。以后再没见面了。啊，梁武帝也有点后悔的意思，没有向他请教。但是面子问题，顾了面子问题，不去看大魔祖师。啊，事是好事啊，不着相就是功德，那功德不得了啊，着相是福德啊，着了相，将来果报在天上，哪一层天呢？欲界天。为什么他欲望没放下？所以他最高啊，也不过是升到桃花自在天啊，第六层天。你看他还有脾气啊，听到不爱听的话，哎，把大魔祖师赶走，这个缺德了，这个啊，所以他这样的行为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他升天大概是逃离天啊，不可能再往上面去。啊，夜摩天以上都得有点定功，他没定功。你看一句话不好听，无名火就起来。啊，所以我们可以判断，他最高啊是桃李天。啊，这个功德与行业，啊，你的行业断恶修善。这是你的行业，不着相。啊，我们要做到是不分别不执着。啊，别人问我们，你做了这么多好事，我们要说老实话，我没做好事，好事都是别人做的。啊，功德都是他们的，这对了。啊，我只是说说话，出出主意，多少人在那做，功德是他们的。啊，汤池小镇做成功了，我哪有功德呢？我只是动个念头啊。啊，老师们的功德了，他们辛辛苦苦在教学。啊，护法人的功德了，辛勤护持
忠心呢、为大家服务啊，还有地方大众的功德，他们肯依教奉行，肯干，所以是大家的功德了。要说真话，不能说假话了。哎呦，这都是我的功德，这个太夸大了一点。别人不给你做，你那个功德等于零。随着功德要退，要让，这才叫功德。南朝484，梁武帝没去搬一块砖，没去放一片瓦，他有什么功德？都是工人做的，都是那些设计师去画图，这些工人施工建造的，他不过说一句话而已啊，怎么可以鞠躬呢？所以一定要了解事实真相。如理。如实说出来，大家服你，大家对你尊敬。功劳你一个人占去了。占不去的。这是属于因果的道理，因果的教育。下面又指具足功德之心，即戒定慧三无漏学与六度也，这是在佛法里头讲的，非常具体。什么是功德？三无漏学，注意无漏这两个字。如果没有无漏，单单是三学，有戒定慧，还出不了六道轮回。为什么有漏的？有漏跟无漏什么意思？漏是烦恼的代名词。我们用第七识的相来说，有我见。有我爱，有我痴，有我慢，就叫有漏。我们用华严经的说法来说，有分别，有执着，就是有漏。那么无漏你就晓得了，干这些好事，断恶修善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真正做到无我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，这叫无漏。决定里头不掺杂贪嗔痴，这叫无漏啊。持戒无漏戒，修定无漏定，开智慧无漏慧，下面六度也如是。不是持戒忍辱，精进禅定般若。如果有四大烦恼常相随，有漏的六度，转八识成四智，那是无漏的六度。无漏的六度，果报在十宝庄严土。
有漏的三学六度，没有离开六道轮回。果报在天上人间，大福报享天福，小福报人间福报。这个有漏无漏差别很大了。人间的福报短暂的，人间福报最大的是帝王。能做一个帝王，至少十世以上的修行，但修行有漏福报，断我修善，十世以上啊。可是做了帝王之后，他很容易迷惑。迷于权位，如何保持自己的权力地位，怀疑心很重，嫉妒心很重，表现在外面是杀人呢，所以唐太宗讲啊，很多帝王死了以后都堕三途，你说有什么意思？也有没有堕落的。没有堕落的那是什么？绝对不是开国的帝王。开国帝王要打仗啊，要杀人呐。那都是当中的一段。也不是亡国的帝王，开国帝王、亡国的帝王啊，大多数都是要堕三途的。他们造的恶业太重了。当中都是太平盛世，叫太平天子，那个有福报，他不会堕恶道。他透露的消息，你看乾隆，提到乾隆，乾隆大福报啊。他有没有堕恶道？没有。像这样的帝王的时候，就有福报的。真正有福报，他不造孽。开国一定要打仗嘛，一定要杀人嘛。打仗，杀多少无辜的众生？这些众生有怨恨呐，他等待着机会来报复。什么时候来报复呢？你快亡国的时候，所以最后亡国之君碰到那些冤亲债主对头，都是从前老祖宗留下来的，要报仇的。朱金州老居士给我讲了个故事，让我们深深体会到这个事实真相。朱老年轻的时候，他们的家乡，他也住在乡下，邻村不太远，一个村庄。这个村庄里面出了一个巨人。考中举人就有做县长的资格。这个年轻的举人很孝顺，父母年岁大了，小孩还很小，在家里孝养父母，没做官，耕田，耕读专家。就是有一天，他中午睡午觉的时候，
听到外面有人敲门，他就起来，其实是做梦啊，起来好像是真的一样，就开门。开门呢，看到一个人牵着一匹马，拿到一封信，信上确实是他的名字啊。他就那个人说啊，他说这某某先生呢，有没有这个人？他说我就是。哦，他说我们大将军请你啊到那边去见个面。他一想，他生平啊虽然考中举人呢，跟官员文没有交往，尤其是将军啊这些武官的时候从来没有接触过。他说你是不是同名同姓搞错了啊？这个人说既然名字是一样的，你就请上马吧，就见一次面吧。逼得他没办法，拉到他就骑了马。骑了马的时候，他感觉的这个马不是在地面上跑，在空中飞啊。没有一会到这个地方，看到很多人聚集在那，交头接耳都在谈话，好像讨论一个重大的事情。他就向人家打听这将军是谁，人家告诉他岳飞。哎呀，他一听到岳飞，那我不是死了吗？岳飞是宋朝人，我现在跟他见面的时候，那不是已经死了？这不行啊，我上面还有父母，还有老人，下面妻子很年轻，小孩很小啊，我不能来啊，你们得送我回去啊。啊，过了一会，岳飞升殿了，就是正式主持会议了，讨论什么？打清兵。啊，打金兵呢，那个金就是满清。啊，你看满清快要灭亡的时候了，人间没打仗，鬼界打仗啊，他们就要去打金兵了，在那里开会的时候要准备要打仗啊，但是距离打仗时间还有半年啊，所以就给这个举人讲，邀请你来没有别的事情，请他担任就像现在的秘书的工作啊，担任这个工作。可是他读书人，对于岳飞是非常敬佩，非常敬仰。想了一想，哎，死了以后能够跟追随岳飞啊，这是很光荣的事情，所以他就答应了。他说但是我现在回去料理后，岳飞说没问题，还有半年啊，你回去半年当中把这个家里事情料理妥当，到时候我派人来接你，约好了时间。这样子就把放回来了啊。朱金楼找就是对这个事情他很清楚，不远的村庄嘛，他就看过嘛，怎么会这么个事情啊？所以到了约定的时间，这半年了，家里家事都料理清楚了，告诉他爸爸哪一天岳飞会派人来接我。他爸爸半信半疑，可是他们很认真做这桩事情，请那些家亲亲戚朋友啊来辞行啊，朱老居士也参加了啊，好奇看他这活活的一个人，他怎么会马上就会死掉。宴会当中啊，做了报告，把这个事情跟大家讲清楚，交代明白啊，时间快要到了啊，他就告诉大家啊，跟大家郑重告别啊，回到房间躺在床上，他的爸爸在房间里头大声地在骂，我就这一个儿子靠他送走啊，你们怎么能够把他抢去啊。那么他就告诉他爸爸，他说来接我的人在门口，我已经看到了，他说人总是要死，
死的能够追随一个民族英雄，他这也是个好事情。那别人还没有这么我这么幸运啊，请他父亲呢，准许他去。他父亲叹了口气：“好吧。”这一句“好吧”完了，他就断气了，他就死了。他就看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活蹦乱跳的人呢，他父亲一个同意，好吧，就走了。所以朱老告诉我，你看，半年之后，武昌起义，满清就亡了。岳飞这个事情跟武昌起义相差半年，那么半年就开这个会，就是一年前。岳飞开这个会议，聚众，半年出发，啊，就是这阳间这战争还没有爆发，鬼楞楞先打起来了。啊，这都等待你呀、啊，你这个朝廷兴旺的时候啊，他不敢动啊，他在旁边等待呀、啊，到你衰的时候，他全出来了。啊，朱老跟我讲的故事都是亲身看见的，啊，一点不假的。啊，他温州人呢，浙江温州。啊，所以家也是如此，人到衰的时候，冤亲债主会来附身，会来逃命，来找麻烦。在你走运的时候，气很盛的时候，他不来，他不敢靠近你。你有福报啊，福报保护你，福报享尽了，那个福报的光没有了。这些冤亲债主要命的，讨债的都来了，这事情真的一点都不假啊！我们学佛，你看最近这些年啊，为什么过去没有？过去我们没有听说附体的，没有听说哪个冤亲债主找到身上报复的啊，有太少的例子了啊！为什么现在这么多？社会乱了，伦理道德没有了，人心只有恶念，没有善念。啊，三业只有恶行，没有善行。所以，逃命的、逃债的，全都出来了。啊，有一点神通的人。啊，都看到人冤亲债主一大堆跟在后头啊，包围着你啊，这个里头还是善的多恶的少啊，所以你真心用至诚心跟他沟通啊，过去那些都是迷惑颠倒时候造的业啊，请他原谅，自己认错，来超度他，90%以上都能接受，除非是那深仇大恨啊，他坚持非报不可啊，那个就很难啊，但是还是可以化解。不是不能化解的啊，那么这些鬼神的事情是真有，不是假的啊。我昨天听到有同学告诉我，
啊，在中国大陆有很多同修说是净空法师说的，啊，要集许多念佛人呢，就绕着城墙去念佛，啊，说是化解灾难。啊，我没有说过这个话，我没有这样提倡过。啊，也许我在讲经的时候曾经讲过一次，那什么？那是我自己，我没有要人。啊，我到北京访问，离开北京的时候，啊，我是发了个愿心。啊，我们一共五个人，包括开车的，啊，是一辆小车。啊，我提倡，离开北京，我们在北京三环绕一圈念佛，把这个功德回向给首都。啊，希望三宝加持，首都没有灾难。然后沿着高速公路。回到庐江，好像一共开车15个小时了。啊，一方面我来测验一下我身体还可以。啊，一路念佛回来。啊，功德回向中原这个地区，我是一个人走。我们同车的4个人，我们5个人一起念佛，念15个小时，啊，从北京念到庐江。我做过这么一桩事情，我没有聚众。如果说是聚众人很多，你们要做这个事情，一定要得到地方政府的批准。啊，那地方政府可能还派这个警察的时候，保安人员的时候保护你们呢，哎，去做这桩事情，这个可以。如果没有得到政府批准呢，这个是犯法的，这不可以做的。啊，佛教徒怎么可以这样说法的？哪有这种道理呢？啊，我学佛老师反复叮咛，常常告诉我，释迦牟尼佛的4重戒是必须要遵守的。那这个大家知不知道啊？啊，第一条戒，不做国贼。这什么意思？凡是与国对国家有伤害的事情决定不可以做。啊，伤害国家，伤害民族，伤害社会的事情不可以做。第二个，不帮国主。啊，国主是指什么呢？各个阶层的领导人。啊，中央主席是全国的国主。地方的县长、书记是地方的主，啊，是一县之主，一个市之主，乃至于在下面一个村的主的村长，一个村的主，这都叫国主，就是各个阶层的领导人。啊，他们做错事情，决定不可以回报。的佛的戒律。啊，他自然有国家法令去管他了，是佛教徒不可以管的，不可以说话。啊，第三条戒是不漏国税。啊，人民对国家有纳税的义务。啊，不能够漏税。第四条是不犯国制，国制是国家的法律。啊，国家法律决定不能够违反。
四种戒，啊，你不遵守，你不是佛的弟子啊。啊，释迦牟尼佛不承认你是佛弟子，啊，自命为佛弟子，佛不承认你啊。啊，那你要是说我教你这么做的，那你是诬赖我，你冤枉我，这个你的罪很重啊。啊，国家很清楚啊，国家会调查的很清楚啊。啊，国家不会冤枉人的。啊，这个事情过去，叶小文叶局长到香港来访问。啊，他有一天早晨约我在酒店吃早饭，就告诉我这个事情。这是法师，国内有很多人打着你的名义做一些不法的事情，这你不知道啊？我说我是真不知道。他说我们都知道。啊，但这个事情我们来管。啊，我说好了，感谢你们。啊，所以政府不糊涂啊！啊，这些领导头脑很清楚啊！啊，所以学佛一定要守法啊！你个人行，你比如你邀请几个像我这样的啊，四五个人，一辆车都可以坐五个人吗？你一辆车坐在车上，你去念佛绕城没问题。啊，我相信没人敢生你，不能聚众啊！啊，你要搞个十辆车、20辆车，那这一定要，治安单位一定要同意。啊，而且我相信他同意了，他会派员警保护你们。啊，希望大家呢遵守国家的法治。不要做违法的事情，做违法的事情绝对不是我说的。啊，我一生没有干过违法的事情。啊，即使我们汤池小镇，啊，当地的书记叫我停课，我们就停；叫我解散，马上就解散。他们感到很惊讶，啊，怎么这么容易出这个事？因为很难，我们服从命令。啊，你叫我们做，我们继续做下去。啊，你要停，马上就停；要散，立刻就散。听话了。啊，中国历史上有三无灭法，佛教徒没听说有反抗，没有听说出来有请请愿，没有。啊，都是遵守国家命令啊！啊，所以底下一个皇帝看到了，佛教徒真的是好公民，马上就恢复。啊，帝王他就护持，啊，这叫真正护持佛法。如果一反抗，那你干的是消灭佛法。啊，你错了，啊，听佛的话。守佛的戒律，这是真佛弟子。啊，希望大家既学佛了，身口意要做善业。啊，善业是福。啊，如果不分别、不执着，啊，没有自己的私心，没有自己的名闻利养，啊，没有自己的贪嗔痴慢，你就是功德。啊，功德的果报在极乐世界，啊，福德的果报是在人天，啊，来世的人天福报啊，啊，那我们好好想想，极乐世界比人天好，啊，还是到极乐世界去做佛的好啊，啊，我们多想想通了，自己做个决定。
又会疏云，行为行业，啊，就是行为的结果叫做业。善业所出，德为福德，行之所感呐、啊，啊，福德是行之所感，功德也是行之所感，功德比福德殊胜。啊，梁武帝一生做的福德啊，所以他在呢，他现在在天上在享天福，又非朝夕所得了，故曰其职，不是短时间的，不是一朝一夕的啊，经年累月叫积德了，知福啊！啊，在这个世间做大官的、发大财的，这是他过去生中积值的福德多，他所感得的。这个道理要懂啊！如果他没有这么大的福德，他得不到这么多财富，得到什么？祸害就来了。啊，不是大病，就是遇到灾难。为什么？没有福享嘛。得到这个财富，还有能去享他，他命里都有啊。这是一定的道理啊。啊，如果你想做官，你想发财，佛经里都有教你，有教你生财之道啊。啊，那是正确的方法啊。财从哪里来？佛告诉我们，财富从财布施来，财布施是因呢、啊，愈施越多。啊，聪明智慧是法布施来的，健康长寿是无为布施来的。啊，每个人都有命运的、啊，命从哪来？命是过去生中的造作，啊，就是积值的善恶的行业。啊，如果积值的是善，这一生得到了福报；积值的是不善，这一生就非常苦。啊，就贫贱的果报。古人所谓“人生在世啊，一生皆是命啊，半点不由人”。啊，人不能跟命争呐、啊，这个道理要懂。我们这一生就能平平安安度过这一世。啊，最重要的是智慧。为什么？智慧可以提升自己的境界，啊，提升来生的福报。啊，人要为后世着想啊，不能这一世啊，这一世把福报享尽了，没有修福，来生怎么办？啊，那来生是苦不堪言呐、啊！啊，命运真有了凡四训。很多同学看过啊，我第一次读《了凡四训》，就是朱金洲老居士送给我的
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学佛，啊，跟他老人家认识，啊，他大我39岁，祖父辈的人，啊，我那一年26岁，他69岁。退休的老人呐，非常慈悲啊，送我这本书，我用了2个月的时间，给诸位说，看了30遍，非常受感动。啊，知道命运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我从小有人替我算过命，我自己没有去搞过，有人去。啊，学佛之后，嗯，还有一些在家同修，他们说啊，哪些有地方有高人，把我的八字拿去给人算。啊，算的结果拿来给我看，说的大概都差不多。啊。第一个是我命里头没有财啊，命里财库啊，我的财库是空空的啊，没有财。第二个是我不能做官，命里头没有官印，就是出家也不能做住持啊。换一句话说，不能做领导人，领导人要有官印啊。我连一个小印都没有啊！我相信啊，所以张家大师这些都真的高人呐！啊，张家大师，我跟他了一年，他65岁。啊，我26岁，他65岁，啊，也都是祖父辈的人。我出家这个行业，是他老人家给我决定的，我听话。他叫我出家，叫我学释迦牟尼佛。啊，第一部给我看的书，是《释迦方志》《释迦谱》。就是什么？释迦牟尼佛的传记，告诉我，你要学佛，要认识释迦牟尼佛，你才不会走错路。这个话说的非常有道理。啊，佛教，释迦牟尼佛建立的，那学佛当然得跟他学。啊，如果这个方向目标跟他相违背，那就错了，完全错了啊！啊，释迦牟尼佛开悟之后，30岁开悟，就开始教学。啊，他是王子，挟妻王位。啊，一生是个什么身份呢？老师的身份。用现在的话说，他是一位社会教育的老师。啊，他教的是什么东西呢？他一生所教的，我们可以把它分为5个科5大类。啊，49年前面20年，偏重在伦理。道德、因果，那是济世的教育啊，就是幸福人生、和谐社会的教育啊。前面20年，后面29年，
那是高等教育。那用现在的话来说，高等哲学、高等科学。啊，我跟方东梅先生学哲学，他为我讲一部《哲学概论》，最后一个单元是佛经哲学。啊，所以我进入佛门是从哲学入门的。啊，老师告诉我，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。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啊，我是这样把从前那个误会呀化解了，啊，接受我经典的教学。啊，我不是个迷信的人。不是什么人给我说话我就很容易听的人，我是听其言要观其行啊，就他自己是不是真干，自己要不真干我也不会相信啊。我跟方老师20多年，我看到他真干啊，他没有一天不读经啊。啊，我才晓得这不是假的。人生最高的享受，他是不是得到了？他要没有得到，我就不相信。我看看他的生活，是不是人生最高的享受？啊，我看见了，我就相信了。啊，他几乎没有一天把佛经断过。佛经是天天必读的，我们不能不佩服。啊，这是个哲学家，在外国拿的博士学位。我就问他，说佛经你从哪里学来的？啊，老师告诉我这个因缘。抗战时期，他在中央大学教书。啊，曾经有一次生病，啊，朋友介绍他到峨眉山去休养。啊，峨眉山环境非常之好，我去过2次。啊，在那边养病，养病的期间。山上除了佛经之外什么都没有啊，连报纸杂志都没有，所以休养的时间长，在这住2-3个月啊，没有事就看佛经，这样就看上瘾了，越看越有兴趣，从此之后啊，跟佛经结下不解之缘啊，晚年大概我认识之后没有多久，他在学校教书，通通都是教佛学，啊，大单元，啊，讲过隋唐佛学、魏晋佛学、大乘佛学，大单元，啊，台大退休之后，辅仁大学教会学校。请他去，啊，在博士班讲华严哲学，啊，我看到这，他真干了，他不是假的，啊，那他的话就是非常可信的，啊，所以我3个老师，啊，最后一个是李老师，张家大师过世之后，我跟李老师。李老师劝我讲经，啊，所以上台讲经是李老师促成的。啊，这3个老师
才有我今天这一点小成就，啊，缺一个都不行，啊，缺一个可以说都一无所成，啊，这三个都遇到了，啊，还遇到一个护法，护法非常重要，啊，喊韩英馆长护持30年，没有这30年的话也不行。啊，外面阻碍的力量太大了。啊，因为佛教不重视啊经典的学习，重视经忏法会。啊，我不是为经忏法会出家的，我是真正的发现到经典里面有真的学问。有真的智慧，是这样出家的。啊，所以在寺院里头，寺院里头不欢迎研究经教的人。离开寺院没地方走啊。那个时候遇到最艰难的时候，只有两条路，一个还俗，一个就是放弃经教的研究。去搞金蝉佛寺，啊，在这个困境的时候，遇到了韩馆长，啊，他住在台北，在金教郊外，有一个小洋房，啊，他们自己建的，啊，2层楼。楼上呢还有2个空房间，他带我去看，他说这个地方可不可以住，如果你能住，他们家庭发心供养，啊，我们另外找地方讲解，租地方，租讲堂，借讲堂，啊，让我30年讲经不中断，这是他们护持的。啊，我在他家里头住了17年，不容易啊！啊，没有他30年的护持，大概我不是走金蝉佛寺，那就是还俗了。啊，千辛万苦啊，不容易。啊，给我的信心是张家大师。啊，他老人家告诉我，真正发心，续佛慧命，弘法利生。他说你的一生都是佛菩萨替你安排，你一点都不要操心。啊，我听了这个话，很安慰。我相信老师的话，老师绝对我不会骗我。啊，坚定这个意志，走这条路，再辛苦也不怕。啊，届时舍弃生命也在所不惜，我绝不回头。啊，真的就这么走通了。啊，这个。61年了，啊，顺境逆境全是佛菩萨安排。啊，这什么？这就是修行呐。这些境界，你怎么突破？啊，决定不能用情绪，用感情、情绪，那你就完了。完全要用智慧。啊，譬如毁谤、羞辱、障碍、陷害多啊，这都是重重难关了。啊，用什么方法呢？我们用一个慈悲，用一个感恩，就突破了。
啊，你回报我，我感谢你。为什么感谢你？消我的业障啊！我也做过很多错事啊！啊，你回报，啊，羞辱，啊，障碍，这些都是替我消业障，我怎么能不感恩呢？啊，我们这个小讲堂摄影棚里面都供着这些人的牌位，长生罗也。啊，你回报我，我感恩你，我祝福你，我没有怨恨的，所以我很快乐。啊，佛法里面讲的长生欢喜心，法喜充满。我得到了啊！古人所说的“仁者无敌”，仁者在佛法里面是对菩萨的尊称，是仁慈的人。仁慈人没有敌人啊，敌人都是恩人啊。敌人都是为我消灾免难，都是帮助我提升境界的人。善缘帮助我提升，逆缘也帮助我提升。善人帮助我提升，恶人也帮助我提升。我怎么能不感激呢？啊，这个就是方东美先生所说的，生活在最高的境界啊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！真学真得道啊，命里头没有财富。大概70岁以后，心想事成，不可思议啊！大概前生修了点小智慧啊，我能够孝顺父母，尊师重道。啊，命中寿命只有45岁，你看现在活到86岁了，超过袁了凡很多啊！袁了凡只延寿21年了，啊，我超过他1倍了。啊，我没有求寿命。啊，因为自己这一生交给佛菩萨，寿命是佛菩萨的事情，他什么时候接我走，我什么时候走，啊，我没有留念，他要留我多住一年嘛，我就多住一年，啊，很自在呀，啊，跟佛菩萨有约。啊，那么留在这个世间，哎呀，无非是表法嘛。啊，表什么法呢？在这个世界上讲经讲了54年的可能还没有来，不就表这个法吗？啊，除了表这个法之外，我觉得没有什么更大的意义。啊，但对我自己呢？自己确实年年向上提升，所以欢喜喜悦，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啊，天天都有进步，就快乐无比呀！啊，天天都进，
天天跟大家分享。啊，年岁大了，哪儿都不想去了。啊，佛菩萨给我安排，叫我住在香港。啊，我就打算住在这不动了。啊，所以这个德要极要止啊，就是要极德，要重福啊！啊，这个很重要啊！啊，积功累德，啊，积德呢，积累。如点滴所聚，执者呢培植，是育苗成林。啊，经世久远呢，不可称计，故云无量劫。啊，阿弥陀佛还得了吗？无量劫中啊，在那里积功累德。啊，所以。他有这么大的成就，那不是突然的，啊，不是幸运的，啊，是长久的时间来成就的。底下第二段，别写，前面的。这是总标啊！啊，于无量劫即知得行啊，这个地方再跟我们细说，这个得行怎么个解法？啊，先说自利行，自利行里的三段，第一段利于念佛啊，请看经文。不起贪嗔痴欲住想，不着色声香味触法，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有善根。这第一段，第一段是我们修学基本的概念。必须从这儿做起啊！你看第一句叫我们不起贪嗔痴欲住想，这一句话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大学里面教给我们修的同样意思，大学里头用了两个字格物，那佛也从格物下手啊！啊，贪嗔痴欲，这就是物欲啊。格是要跟他格斗啊，不是跟别人的。去格斗啊，跟自己啊，必须把自己啊贪嗔痴欲打倒，不受外面的色声香味的诱惑色声香味是外，贪嗔痴欲是内，内有烦恼，外有诱惑，这两个一勾结，恶业就成就了，就造恶业了。啊，中国的老祖宗教导我们：格物、致知、诚意、正心。
佛法讲得很详细。啊，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：不起贪嗔痴欲住想，想对缘生性。啊，缘是境界，对着境界生性。这叫想，你看想这个字是会意，心里头有想了，你想着想了，啊，心里面有想，这就叫想。啊，如于境这个境界里面，智取男女等种种差别之想，这叫想。能取境界差别故，眼根对色境，耳根对声境，叫六根对六尘境界，你起了控制的念头，起了占有的念头，起了好恶的念头，这个我喜欢，那个我讨厌，这统统叫想。啊，所以有贪想、嗔想、痴欲想，这是三恶想啊，这个想不善。啊，如瑜伽罗月问经，为菩萨行布施时，以利欲想、修慈想、无痴想对治三恶想，菩萨舍所事物，生利欲想。与求者呢，娱乐因缘，故嗔恨心薄，名修慈相。一次布施功德了，回向无上道啊，则痴心薄，是名不痴相。今法藏大师不起三恶相啊，立诸烦恼。这个我们要学啊！啊，这个经典呢，读了之后要学，不学没用啊！不学这释迦牟尼佛的，这不是我们的。我们要把释迦牟尼佛的东西变成自己的，啊，这个才有受用，这叫真正叫学佛啊！这个例子很好啊，瑜伽罗月问经里面有这么一段意思啊，说菩萨行布施的时候，他的心清净，他没有欲望，没有求的果报的愿望啊，一般人不是有这个念头，没有利欲啊，常常听到佛在经上说啊，是以得万报啊，哦，大家就起了贪心了，我赶快到佛寺去布施。为什么呢？会得一万倍的果报啊！我到那里去学一块钱，我就有一万块钱的收入。他是为这个去布施的。如果要没有果这样的好的果报啊，他就不肯布施了。啊，这叫没有利欲。啊，能不能得到这么多呢？实在讲，得不到。
但是佛绝不是骗人。你要不想得了，得果报和有果报真不可思议，可能不止一万。不求果报，为什么呢？你那个心是真心，真心修功德的果报不可思议。你求果报，这个心是妄心，妄心做功德，做功德当然也有果报，很有限。啊，真心跟妄心差别很大。啊，妄心造无逆失恶的重罪。临终时一念真诚心去念佛，都能往生。那为什么？妄不生真，邪不生真，就这个道理。啊，真心的功德不可思议。啊，妄心造再大的过失，抵不住真心的念佛，那功德大。啊，所以这一小课利于念佛了。啊，总共只有四句经文，前面两句利于，后面两句念佛。第三句教我念佛啊，念佛要用真心念啊，功德就不可思议了。啊，这里举例子跟我们说啊，菩萨布施、礼遇、修持。为什么就不是？怜悯一切众生，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啊！啊，这才修布施啊！而菩萨布施里面，决定是重视法布施。法可贵也，法能够帮助众生觉悟啊，觉悟才真正能够离苦得乐。这苦从哪来的？苦从迷惑来的啊，对于世间一切事实的真相不了解。啊，现在的一些科学家逐渐呢醒悟过来了啊，不像过去科学家崇尚于科学，认为科学是至上的啊，不合科学的都斥之为迷信啊。但是最近这个三十年，一批量子力学家他们的态度转变了啊，肯定了这世界上还有一些土著啊没有开化的啊，他们的祖宗还留下一些信息啊，非常宝贵啊！现在科学家肯定了他们，认为人类他有本能，这个本能的能量啊很大，甚至能够知道千万年以后的事情，这人类的本能。
那我们现在专门搞科学呢，把本能丢掉了，那反而不如他们。那我们没见到的，他们见到了。这是近代30年，从物质现象被揭秘之后，在他们的思想上产生一个很大的变化。物质从哪来的呢？从意念变现出来的。意念可以控制物质现象。那么在佛法里面告诉我们，叫真心跟妄心。真心的能量呢，是无法顾及的。妄心的能量是非常有限的。那么这个世间人造作种种罪业，都是妄心。所以经上告诉我们，造无逆十恶，毁谤大乘的罪业，这是最重的罪业。如果是一念悔改，相信念佛往生净土，这一个念头转过来，他的罪业就消掉了。有什么原因呢？造作罪业是妄心，这一转念是真心，真心的能量超过妄心的，那不晓得多少倍。所以他能够消灾，他能够灭罪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大乘里面的修行着重在真心呢。所以我们这个大课的题目净心，叫清净心呢。清净心是真心。只要真心现前，事出世间法是无往而不利也，没有障碍。所以贪心、嗔心、痴欲心，这些东西全是虚妄。他惹祸，惹的什么祸呢？第一个是你的身心不健康，你的免疫能力很差，你很容易感疾病。这是对于自己身体不利。自身不利呢，当然对你家庭也不好，对你的事业通通都产生了障碍。我们要知道，把这些错误改过来，像这个《瑜伽楼月经》里面所说的，学菩萨，菩萨是觉悟的，菩萨修布施的时候，修财布施。没有想发财的希望，但是财布施一定越施越多，多了怎么样？多了多施，或许就越来越多，不能留啊，真的是越施越多。在佛门里面，初出家的时候非常辛苦啊，没人供养啊，所以为什么出家人去学金蝉佛寺？金蝉佛寺有收入啊，
啊，做一堂佛事要分钱的，啊，他有收入，他生活没有忧虑，这奖金就很可怜了。初修奖金讲得不好，啊，不管有没有人听，没人供养，所以呢，把这学讲人人都吓跑掉了。他不敢走这个路子，啊！老和尚一再教导，不行啊，奖金没有收入啊，你怎么样活下去啊？啊，都把人吓跑了。啊，我听到这个话妥了，我们也被吓走啊！啊，我们也被吓走，是张家大师，啊，他老人家告诉我。真正发心讲经，学释迦牟尼佛，啊，续佛慧命，弘法利生，自然有佛菩萨保佑你。啊，你的一生，佛菩萨替你安排，你什么都不要操心。啊，顺境逆境，通通是佛菩萨安排，这好啊，太好了！我相信，啊，纵然我死。我也相信，我也不怀疑，啊，我这个路走通了。啊，70岁之后，啊，真的，这供养的财源源源而来，确实心想事成。啊，我不盖寺庙。不搞道场，啊，我没有徒众，一生就孤家寡人一个，啊，为什么呢？没有负担，生活简单，啊，饿一两天不在乎，如果有人跟到我，他跟我过几天呢，我对不起他，我个人没关系。啊，所以我没有徒众。啊，来跟我学的是学生。啊，愿意跟我学的行。啊，这都是好事情。啊，可是供养多了。啊，多了呢，多了用不出去。啊，这2年。今年第3年，前年遇到了一个机会，商务印书馆印《四库全书》，啊，这再版来找我，我一听说很欢喜，啊，我给他定了100套，啊，这100套的价钱是美金500万，啊，1套是50000。啊，世界书局要重印《四库会要》，好事啊，真难得了。我给他订了200套，啊，《会要》跟《全书》这2套，啊，这个《全书》100套，《会要》200套，就1000万美金，那这钱就花掉了。啊，供养全世界。著名的大学图书馆，让他们保存中国传统文化，国宝啊，就在这两部书上。啊，非常难得，这两部书的钥匙拿到了。以前看的这个书，这书怎么读啊？从哪里读起啊？找不到门呢。啊，那这个门我大概总想了10年了，天天想，嘿，真想到出乎意料之外，这老祖宗啊早就想到，早就把这个事情替我们解决了，啊，我们自己没有留意，啊，他编了一套
过学之要。啊，过学之要内容是什么呢？四库的精华，那就是门，就是要一把钥匙，就是门槛。你先学这一套东西，对四库完全了解，你就知道怎样去学习。这是四库的把钥匙。啊，另外一套唐太宗编的群书之要，那是治国的宝典。啊，现在社会动乱，灾难频繁，这个东西可以帮助我们恢复安定和平，帮助地球化解灾难，国宝。这个东西出现了，我们国家民族有救了。啊，我们认真努力来学习，这都是今天极致大德、极致大福所不能够缺少的。啊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。